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来换一下卡片跟点一下猎手啊，这个联盟已经快结束了。换卡片，哎。太久没换了，有点手残这样。换一堆垃圾。赌徒都换不到有用的啊。欸，我好像还有虚空没有拿来换。哦，这个是地狱的。等等，去找一下我的虚空。喂，可以换到6分以哦。好吧，我第一次换到6分以，超吃惊这样。一片无叶。诶，两片。哦，古神。火抗日负了。哦，记得我还有虚空啊，忘了拿出来。三个，其他都，对，可以换一下，地图也换一换。喂，喂，差一个，差两个。喂，还差三个。喂，差四个。其他应该都没什么随机性的吧，都是换了就诶、欸、啊，这个太烂了，不想换。好吧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。OK，比较有随机性的，差不多就这些啦。虚空，改造石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任务物品栏太满了。咦、欸，他也是换一格出来，哇！我顿时、欸、要带两格，你、欸、这样好像不行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去把东西存一下？太少换了，先把它存起来，再换。这样可以。喂，也有人在换啊。马上，遗污染，贼窝腰带，
猎手没有，诶，这个也好像也不错哦。饥荒之劫，诶，是那个饥荒吗？好像又不是啊。好，我想太多了。饥荒之劫，技能使，哇！和正义之火。哦，但我卡片差不多暂换完了，来点猎手啦，先搜一下，要怎么搜？图，好像也没什么好东西吗？饥荒之劫应该不是啊。然后两个午夜。可是现在红门碎片好像不值钱吧？打那个生化迷宫，听说掉很多啊。哦，然后来点猎手，只有600多个机会时，应该8个嘛？也不对，我应该先开门再拿东西。七七就好，哈哈，奋起绿洲。要点复仇嘛？复仇这次是在 T，诶，T 吗？不是 T 啊，那个扎纳等级七的时候会出现。等级八是裂痕嘛？好，复仇，诶，让我看一下，会不会记错？应该猎手是复仇啊，可是我觉得我常记错，我还是再看一下。哦，复仇联盟，每复仇挑战联盟专属物品。好的，没错。呵，复仇，开。哦，拿我的皮革，皮革。记得我好像有700多个啊，所以我机会时点完，应该还有。欸，为什么要放一个黄的？GG 啊，这样是几个？5×55，25，28个，28，那我没有必要拿我机会时，29，好。29，所以6个门我会点100多个而已哦。哇，大工程欸。好，打完我可能先关一下，然后把它打完再开这样。欸，不对，再录啊，开。我现在没有在开台。哦，龙退。妈的，龙退一个。28个，诶，是28吗？我怎么觉得30？咦，不对啊，12345，25，26，27，28，29，咦，我还有一个没点到，唉，12345，66，530嘛，所以是29啊，为什么这边还剩12个？就是里面还混了一个不是白的在里面，就对了。好吧，觉得我最后会忘记扣掉啊，忘记就算了。塞回去吗？塞回去。那个要不要直接卖掉？我到时候领出来卖，好像有点累。一个门点29个，差不多啊。
哦，还是公姑，对嘛，这才对啊。所以上了门我就点了28个而已。哦，这样好像也不方便。不是很方便。还是拿重铸比较方便的感觉。重铸点金这样只要带一个皮革有没有？可是好像比较贵啊。但是不用收集一堆皮革。喂，23个不够，补好补满。点哦，没有。哇，这点完也是很累，突然这么觉得。还有三个门。哦，光顾。这边吗？哦，两个门，又一个龙退，妈的！应该还是我没有开到复仇，两个龙退啦，有吧？稀有怪复仇属性，唉。点了两个龙退了，欸，又有一个混在里面。所以看来我在放着皮革腰带的时候也随便放。哦，最后一个门。三个龙退了，好的啊，然后这一轮先结束了，我先把这张图打完再继续录这样。哦，我那张图刷完了啊，然后因为捡了一点东西，所以丢掉了一些皮革啊，
这样缺了几个哇？这样我怎么计算？让我想一想啊。然后在里面有看到皮革，我有点一下，所以机会石的数量可能也没办法拿来算。刚刚应该29乘以啊，用30好了，30乘以6，180，扣掉6个嘛，然后再扣掉一个，扣掉7个，刚好应该打了一。诶，点了173个吧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。好，诶，这样不行。拿一张图，还是换锦绿洲啊。然后复仇啊，OK，哦，开。皮革，该不会我点了一堆荣退吧？专点荣退。哦，蘑菇。我应该把机会石点完，我的皮革都还没用完，看我多闲，捡那么多皮革腰带，吃饱太闲。这个如果是这个联盟，应该用那个什么石啊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我等一下看一下。古变石啊，哇！想不起来，真的用古便石点比较方便，可是古便石好贵啊。然后，好，进，一点点点，啊，还是共估。看来我大概再刷个两三张图吧。这边吗？我收台再来慢慢卖好了，要领出来再卖掉，超麻烦。好。还是没有。诶，刚好这一排吗？哦，没有。啊，点了这么多个联盟，都没有出，就该不会又没开吧？有啊，复仇，没点到都觉得没有开到复仇这样。
我都有了，哦，这边。这一轮还有两个门。还是没有。哦，已经用掉一半了，就点了三个龙退，这样吗？超亏的，血亏。出来吧，猎手。哦，这轮共哭。我先没有录，然后打完再来录。好的，我要把那张图收好了，他一样捡了一点东西，丢了几个皮革这样。大概174个吧，应该是吧，180扣掉6个。算错应该也就各位什么就差几个，不会差到十个啊。大概点个600多个点得到吗？再来复仇，再补一个。第一轮只有点了173颗，因为有一个点过的混在里面，它不是白的。哦，还是没有。哎，好难点哦，这不愧是猎手啊！我已经点掉快400颗，欸，有那么多吗？不知不觉。玩了400颗机会石了，173加29加174，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加啊？不管了，173加174加29，那应该接近400个，就是不把它加起来。又混了一个在里面，收集的太不认真了。好，还是没有。我这个要不要把它快转啊？算了算了，不要快转好了。快转看起来应该蛮奇怪的。忘了领机会时。
哦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！猎手出来玩，复仇又开。啊，然后看一下复仇有没有开。点到什么？哇，有点猛。没事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两页都有空的？哎，等等，哎，又混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里面，哦，两个，奇怪，到底是检测都不认真，哦，又混一些奇怪的皮革在里面，好的，再看一遍好了，虽然我觉得。最后一趟的门应该有剩，因为我的机会死不够。出来猎手，猎手，哇，第四个龙退了，专点龙退，好歹出个永生嘛，连永生都没出啊。虽然永生也没有说多好，也是玩具。不要一直出龙退嘛，出个猎手啊，对不对？诶，四个龙退啦。最后一趟我要不要把龙退通通集合在一起啊？四个。这也没有很多哈、啊，再说，太扯了，哎、欸，又混了一个，反正我的皮革应该有剩余啊，机会比皮革还少，猎手。一次共估，哟，剩150而已，加110加40嘛，没事，突然一个黄色的。又觉得我捡到一个不是白的皮革，要再进去捡这样，啊！哎，我还有几页啊？应该够吧？我数一数，我记得我皮革有700多个。哎，还很多页。哎，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看一下。哦，没有门了。173加174加174，会不会出猎手呢？哦，没有。OK， 那我就先不录了，先把这个烧完再继续录啊。哦 ，OK， 我打完了，然后。我的机会只剩下121个吧，然后如果都点完的话，应该641个。哎，忘了拿土哦，还是绿洲，还是我要换一张？这土应该没有差啊，应该，没有很确定哎。复仇。复仇开，
这个应该是最后一轮啦、啊，猎手到底要不要出来？他那个空的洞是把土丢到地上，为了捡东西丢地上，空了这一堆吧。其实我应该都丢地上算了，不然等等还要来卖，有点累。那卖如果五个一样的话，还会跑到商店，变成一个新的猎手。出来出来，好吧，是没有。机会石贵不贵啊？我填了600多颗，然后都没中，这样，唉，会不会其实我机会石留着，到时候换一换可以买一个猎手了？应该不太可能。纯机会石买猎手这样。机会石是不是四个一吸啊？我忘记了，这好像要存很久。好吧，我不知道价格，随便乱讲讲，应该没有那么贵啊，四个一吸。诶，不知道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很久没有看机会石的价格，都存了就点这样，有没有存下来最后点？可是其实我收一堆来点，反正我皮革还有剩。哎，哎，怎么会有人在这边？会有怪在这边？我这个流派下个联盟应该也挂了，那个瓦尔名约被改掉了，我就不能瞬息了。哇，再点一个门就没有机会使了。欸，再点两个门啊，因为身上还有。给个机会啊。猎手，不然的话难道要存卡片去换？虽然我拿到猎手也不知道干嘛。哇、哦，龙退，几个啦？五个了吗？专点龙退，哎、欸，喂、欸，是不是又有一个没点到？还是好吧，啊，没差，我这个门应该还有剩。居然中间又混了一个，喂、欸，哦，最后35个。哎、欸，还要再点两个门，没有机会啦！机会石好像可以跟 NPC 换嘛？啊，算了，不要了，没了就算了。代表这个联盟没点到，下个联盟再来点。而且我觉得那个。很多速刷流派因为 VP 被砍，应该没办法速刷了吧？下联盟有人说会变处刑者联盟啊，不知道是不是？我没有打算玩处刑者，可能玩召唤，可能欸，我有皮革吗？还有欸，我皮革怎么那么多？29个应该还会剩下啊。那几个啊？六个吧。哦，没有，还有六个。最后六个，给个机会。六个几率就没有很高了，其实也不用太期待会点到了。
这样我总共点了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是173加174加174加121，所以是642个。还有6个没点，还要扣掉6个。6个再点一下。所以我之前算错哦，6个就好了。哦，6个，那算得那么准吗？共估。642个机会全部共估。虽然打图中间我有捡到那几个，可是没有在实况上就不算了。搞错页。这边，哇，就点了一个龙退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龙退，那还留了一堆术士长靴要点那个空象啊，结果机会死根本没那么多。好吧，这样总共弄了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好亏哦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5个算了算了，不点了，生气。最贵的是午夜吗？这个赌神应该也没借啊。好吧，那大概这样吧。总共点了173加174加174加121。642个吧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。那这季大概先这样了，我等下一季了再来点猎手啊。从个魔镜碎片我身上最贵应该这个吧。古变石14个，算了，不要点了。神域我没有拿去涂。好吧，那大概就先这样了。